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底蕴，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智慧产物，亦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标志。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，应该要好好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，并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作出贡献。本会近年均有举办春节习俗图片展，向澳门各业职工和市民介绍中国传统春节习俗及相关的文化。今年是农历的牛年，图展将会以牛为主题，藉着展览让职工及本澳市民了解到有关牛的文化、习俗、传说等内容，让观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，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。今次的展览由4月17号到5月1号在工人体育场地下 A 馆展出。因应疫情和社会发展的关系，我们会将展览的内容上载到本会的 Facebook 和工联的网站，在线上发布，欢迎大家登入和关注。